呢是没有人出局攻占到一垒。接下来这个球打到二垒手正面，先抛给游击手，再往一垒传 ，double play。哇，这个球就不偏不倚的，刚好打在了陈江河的正面。那赛前跟球评林冠教练就聊这个内野的红土或者是草皮啊，对，我记得林教练讲的也是一个重点，就是打到正面的球差别比较不大，比较小，对，那个只是就是说你在接球的时间的快慢而已，但是如果